哇，这车技了得啊。不好意思，当我没说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绝地车神姬师傅的家伙是您的姬师傅。金地鸡懂。表弟啊，我今天掐指一算，跳 P 层肯定是人满为患，跟枪必定过瘾啊，懂。落地就是一把西式手枪，还有一把 S1897，光子今天不太给面子呀。哦呵，这就打起来了，我连一把像样的枪都还没有呢。你们等会儿打，让我捡把枪先。可算是来了，祖传16到手，现在可以去教训一下那些浪费子弹的小瓜皮了。那边开枪开的跟交响乐似的，子弹很多是吗？表弟跟我摸过去。哎，表弟等等我，这后面还有人套我屁股呢。过来就抢了表弟的人头，美滋滋啊。听声音外面人还不少啊，表弟你来充当诱饵，把这队都吸引进来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一波勾引直接 1v4 把这满编队给灭了，这手楼技巧可以说是教科书了。走，表弟 P 城没人了，我们去别的地方打架去。表弟你开车我开枪，看看能不能骗到人来打架。哎呦呦，这就上钩了。表弟停车，咱们去把他安排了。哎呀，表弟你怎么就自己动起手来了？哦，这哥们真惨，刚跳下来就凉了。表弟冲，怎么回事？你哥们刚落地成盒，你不信邪非要再来一次？那我就成全你。前面有辆小局，表弟追。哇，这车技了得啊。不好意思，当我没说。憨批表弟，你这车技是跟太妹学的吧，这车翻得结结实实的，一点余地都不留，现在还得靠我扔雷。算了，这车我们不要了。表弟前面有辆吉普，咱们过去会会他。安排，请叫我副驾驶战神。表弟来车了，下楼迎敌啊。小老弟哪里跑，不好，怎么绕到侧面去。小老弟蹦蹦跳跳的，用投机子弹的。现在场上只剩下6个人了，去掉我和表弟只剩下区区4个人，看来今天只能平平无奇1v4了。这四个居然不是一个队的，表弟快过去，去晚了人头都没了。好吧，现在只能1v2了，表弟开车找他们去。总算是找到你们了，表弟追呀。这高超的车技似曾相识啊，好好的一局游戏变成了魔法吃鸡，这车全都会飞，我也是第一次见了。这车翻的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少侠这身法还是叹为观止呢。哎呀，躲得很快嘛，来个雷不信你不出来。哦，乍一看居然趴在地上。安排，最后一个了，开车去找找。奇了怪了，哪儿去了？嗯，这哥们儿怎么被毒死了？怕不是被我们兄弟俩吓到不敢进圈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完美吃鸡。最后喜欢大宝的，别忘了点波关注啊！爱你们，么么哒。